直播吧。8月27日讯，据西班牙世界体育报报道，前皇马和米兰球星卡卡将会以嘉宾身份出现在欧冠小组赛的抽签仪式上。卡卡曾在2007年率领 AC 米兰获得欧冠，并在2009年到2013年为皇马效力。据悉，本次欧冠小组赛抽签仪式将会在当地时间下周四的晚上6点举行。举办地点是摩纳哥蒙特卡洛的格里马尔迪会议中心。本次欧冠的决赛举办地是马竞的主场外达大都会球场。皇马、马竞、巴萨、拜仁、尤文、曼城、巴黎和莫斯科火车头将会作为种子球队被分在第一档。